湖西油库漏油隐匿不报长达一年，消息曝光，市府环保局马上派员稽查。然而，对于漏油是否已经污染当地土壤和水源，最快却得等到一个月后。啊，有人隔壁我们去了解，按提供数据讲都无问题，啊，严重的吼，啊，违反法律啦。三点钟来爱管通报，管管政府，吼，环保局。等不及环保局侦测结果，当地民代已经炮声隆隆，是因为中油主管未遵照 SOP 标准流程检测，未发现油槽底部出现锈蚀小洞，仍注油，最后导致6.37万公升，市价将近200万，可以让1276辆车子加满油的955000白白外泄，拖了一年，现在就怕已经错失抢救黄金时间，油全渗入土中。尽管对此，中油表示，油槽下方2公尺就是泥土层。外泄的汽油到此应该能被阻隔，然而地下3公尺处就是地下水层，环保局不放心，决定专井监测。油污染一个月后才知道，但确定污染的土地已经有19座篮球场大。当然，大概是发现都有，这今天有些已经就还没有达到法规规定说污染浓度超过标准，但是我们知道汽油一点点头就很累。我们会做尽快的处置，把这个污染从土里面移除掉。倘若土壤地下水不幸受污染，相较漏油对澎湖乡亲健康的危害，恐怕不是中油主管记个过就能弥补。记者严玉龙、严靖宇，澎湖报道。